嘿，大家好，我是醒猴。嘿，大家好，我是陈浩。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们带来是这个逆风的时候，金娜的一些初装啊，然后呢，跟一些思维啊，相信这个常常遇到逆风的小朋友呢，有些观念呢，可能要供你知道啦。好，那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带过一些前期逆风的画面，这个 combo 非常非常的漂亮，哇，再加上这个对方的辅助一个弹飞，完全动弹不得。这一波呢，准备的到中路呢去做一个这个烧杀掳掠的动作啦。那看到对方的莫拉缓缓的走过来，不会冲过来吧？我的妈呀！好，看到对方的这个安奈特血量很少，我直接义无反顾冲过去。这时候血量只剩一点点，提米给了我一个大招，我瞬间倒下，骷髅哥背起来一个闪现过来，莫拉应该不会过来吧？哇操，太厉害了，这莫拉眼明手更快啊！好，这边的话准备要抢龙龙，成功抢到龙龙之后，看到对方卢米亚，我大招义无反顾搅起来，莫拉的血量不多，而且他刷了，完蛋了。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稍微的先拉开一下，这一波危险。好，这边再回来，看到队友好像还能打，你们还想打是不是？要打我们就来帮忙一下，来帮忙一下。哇，完了，我们的射手直接被安奈特普攻点死。不愧是这个这个攻击很高的法的这个辅助啊。好，那今天呢，我要主要的介绍的装备就是这个冰杖啊。那我呢，以前其实玩金娜还是蛮喜欢出冰杖的，但是之后就没有出了。但我发现呢，冰杖对于逆风来讲真的是很不错一件装备，因为呢，逆风我们最主要怎么样？逆风就是要拖嘛，拖怎么样？拖到后面怎么样？拖到后面这个股市泡沫化不是？今天又把大麦公看了一遍。拖到后面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的钱都一样啦，开始共产主义啦。前面版很民主嘛，你厉害你钱多，但到后面了，那突然变成阿囧来啊，这个共产主义，大家钱都一样的时候呢，你这个打起架来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冰杖呢，它能够呢有效的牵制住敌人啊，你的E技能呢，其实这个猪猪啊弹过去，至少可以缓住两个敌人。那再来就是你大招开过去的时候，黏住的时候呢，也可以黏好黏满了。那这一波队友想打，我完完全全的只想着自己自己照顾好就好啦。人总是自私的，自私自利照顾好自己，其他人不干我的事啊。那这个金娜呢，要比较注意的就是，你记得你的大招点进去的时候呢，你在叠这个层数的时候啊，叠被动的时候呢，记得普攻给他按下去不要忘记右手拇指呢，不要在那边闲没事做。可以看到现在的状况呢是蛮逆风的差不多已经形成一个逆风局了，该有的条件都有了外塔全爆。好，这时候抓到对方一个机会你们看到这个黏直接黏好黏满了，该死的安奈特走不掉了吧？马洛斯骷髅哥背起来又被撞了一下，顶了一个飞，不是，这是脏话不能学啊。那这时候我就没打算要去追了，我想说呢，先把经济给拉起来，放任队友发现，居然还可以再过来沾个助攻马洛斯就顺便收掉了。你看，一 gamdi 狗崩拉 gam seiko 兵线吃到助攻赚到。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努米啊，我们大招开起来加速，直接过来蒸发了，消失了是不是？消失的宝石来，好来这边的话，中路兵线已经过来了，对方一次死了这个四只啊。至少要推到一座塔，因为他们一个人在下路嘛。这时候安奈特过来，不是安奈特，卡芬尼过来我们躲在最边边，不要给他射到齁。他这边扣个队友集合来五号聊昂 buff 结果射手没有过来。好，那我本来想说自己把他吃掉，但是你可以看到对方的这安奈特已经过来了，有没有碎啊，我还是成功拿到了。这时候看莫拉靠过来，结果直接被射死啊。这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已经壮大起来，已经开始有这个反打的能力了你也老外抓了，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了齁。之后我们再出恶魔的微笑增加自己的一个伤害坦度好，这边直接粘上去，闪现交过来嗝屁，还有一个马洛斯满血，大招直接被断，基本上 GG 了。哇，这个伤害爆表啊，你看他连挥这么一刀都挥不下去你知道吗？你知道很多角色死掉之后那个技能是不见，但是马洛斯死掉的时候呢，他那把刀如果把掌挥出去，他是可以挥掉的。我们曾经嗝屁的时候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在魂埃瓦 Children 反正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整个死掉，这把掌一挥下去还可以挥掉三个人没夸张这可能影片还找得到直接挥掉三个人对方完全傻掉我也傻掉这么厉害我的妈呀好，那这边中路兵线怎么样？等他，等什么？等他狼王菩萨，
等他看看会不会有人靠过来哦，有没有人想做一些坏坏的事，比如说清兵线，这时候我忍不住啦，我更想做坏坏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个兵线还是看了阿展哦，就过来清一下。那这时候左侧可能会有一群敌人哦，所以你要小心哦。看到没有，莫拉的头露出在那边，露出半个莫头哦，这个莫拉的头露出来了。那我们这边呢，主要的呢是要比较正面进攻，我们从侧翼哦找一下对方的后排，哎、欸，看到了是不是？直接连上来一连三呐、啊！啊，还好安奈特帮我做了一个这个阻隔啊，啊，不然的话我可能就在那边活活的被射死。哦，这一部分可以看到对方直接死了三个人，啊，对我很凶，但是兵线还在很后面啊，我的妈，应该不用这么凶啊，拜拜卢克，卢克直接嗝屁。那我们的这个伯顿也是冲进去的，但你可以看到兵线就全部都挤在这边了、啊，根本没有办法强行拆塔，你兵线在那里，你很难形成塔杀，而且对方人又这么多，是不是？哦，那这边的话，看这个卡芬尼跟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讲？嗯，看他没什么话要讲，那我这边就先拉掉了。好、哦，看一下，我在想有一个机会，一个 chance 啊、哦，反正机会是留给掌握住的人，掌握得住的人，然后就留给准备好了。我在等他出来，一个大招进去给他开下去，希望能够直接让他 get out。好，那不过没关系，这个天空巨龙也是帮我们推掉一座塔，但有点可惜啦，天空巨龙这样丢出来做的事情没有太效益，没有太大。那这边就不知道为什么 Timmy 就要死掉了。那我们本来想忍心回家，发现哎、欸、好像还有一线生机。我就 Timmy 缓缓走过来，是不是好像还行？行不行？好，这边他走过来，我打被发现，是不是？好，那我刚刚跟队友解释一下，刚刚兵线呢，哦在后面哦，不要硬打，不要硬扛哦，因为兵线在后面，所以你这样去扛那个塔也没有太多意义，还不如好好清兵线，然后强制的推塔，因为兵线本来我们就有特兰纳斯啊，这个兵线一进去要推掉一座塔是合情合理、容易的事情。那这边要给对方一点喘息的空间，不过呢，对方的莫拉直接被噎死了啊，被我们这个路克直接给打死。好，这边写的发起进攻，因为对方直接嗝屁一只啊，在这个中后期来讲呢，我、哦、们这五打四，大家经济都一样，绝对是我们五个人比较有优势啊，而且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可以看到现在塔数呢都一样了，都一样，那就是要不你死，要不我亡 ，Win or go home 的一个节奏啊。哦好，这一波呢，我们先偷一下，等待队友。你可以看我们特兰纳斯还在吃魔龙，没关系，那我们就悠悠哉哉的哦，悠悠哉哉，从容不迫的就在这里吃野怪哦，等着我们特兰纳斯的这个大驾光临。啊，等到呢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莫拉都复活啦，这样不对呀、啊，要趁着对方人少的时候打啊、哦，这个兵线很容易就被清掉，发现又没机会啦，没机会怎么办？算了，回家泡泡茶哦。那这个就搞回一点啦，就是说莫拉死了就要推塔哦，那这样再乱跑乱跑其实没太多意义啊，因为最主要就是你只要先能够推掉一座塔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点。这边看到我们的队友呢好像准备要集结了，我、哦、把上路兵线整理一下，让对方误以为哎、欸、哦这个死光头在上路清兵线，这时候马上快一点啦，因为到中后期啦，那个一定要参与团战啊，不参与不行啊，你知道吗？少一只都不行啊。哦，到中后期如果你自己单走的话，哦会被队友嘴，所以要赶快靠近 close 一下，大家好好团结一番哦。呜呜，好团结已经过了啊。这个没想到还有荣幸，可以用大招过来，直接把卡芬尼给收掉，拿到这颗人头、啊。我以为啊，我在这个千里之外就看到卡芬尼好像要死要死，结果我走到这边居然还可以预料到他的死期，还可以准备。参加他的葬礼，还可以由我操刀，哦，真的是又惊又喜的，很惊讶的 ，surprise 的感觉。好，那这个该处理兵线就处理好了，我们先处理两条兵线。你可以看到对方还有人在上路清兵线，那我们在下路呢，兵线推进来，这个剩一只卢米亚在这边了。那卢米亚的手很长，哦，守塔能力非常非常好，哦，他的牵制能力也很够，只有一个小兵兵马洛斯直接跳了下来，我这边赶快保牌，有没有看到？金娜就是一个这么强的一个保牌的一个角色、啊，你看到特兰纳斯过来哦，血量马洛斯过来，这很像什么？你知道，很像个补包啊！哦哟，补包天降大任于斯人，不是这个从天上掉下一个补包。你看有看到特兰纳斯血量是几乎是零的吗？马洛斯一过来，他直接用这个马洛斯回血啊，好可怜啊，这大肉包啊！哦、大肉棒、哦、吃菜棒还是吃肉棒？好，这边太多了哇，五个圈圈，我的妈呀，我也有参加奥运啊。好，那这边进来，小心小心，有，完了完了，大招给他开起来，顺便再加上一个免疫啊，我差点就被弄了。这边一个一进来，哦，弄到之后一个闪现拉掉，不知道在搞什么。哦，剩下交给队友就好，现在只剩两只，我呢，清清兵线，寒衣弄孙，过一些鸟日子。好、哦，好，那这就是一场呢这个逆风啊反打啊。哦
我这边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讲了什么那个，我说被戏还是什么东西，反正 Siri 就跳出来，有时候会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好扯，我也没有说 Hey Siri， 然后他就跑出来了啊，我是讲 Hey 死了，然后他以为是说 Hey Siri， 有可能哦，大家没有打一打，然后跟就是朋友语音，然后就叭叭叭，然后就Siri 跳出来的尴尬场面，之前直播有一次Siri 跳出来，然后害我死掉。好啦，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到此结束。如果喜欢影片，记得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Instagram 帮我追踪一下。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See you guys， 拜拜。